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，他短暂的人生。听着，要干净利落，拿不回阎光的人头就别回来见我。对，哎，别动，站住！我当时心里琢磨，这下可完了。谁想皇上听我这一说，不但没发怒，还问我瞧是什么样的？我就把图拿给皇上看，皇上还让我给他讲。皇上越听越高兴，随手拿起一支御笔，给了我。哎呀，哎呀，轻点，轻点儿，哎，轻点，轻点儿。皇上说，有事儿啊，就拿这个去找他。傻孩子，哎呀，这就是尚方宝剑呐！尚方宝剑，有了它，咱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哎呀，皇上啊，给您磕头了，皇上上帝，谢谢您呐！皇上圣明、李师傅，皇上长什么样子？你说说呀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说说是、啊、长什么样？皇上啊，有40多岁，长得高高大大的，嗯，真是个天子的模样啊。嗯，是啊，就是。自古帝王都生有异象，可不是凡人之胎呀！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皇上听了赵州刺史的事，就传旨罢了他的官，还让新上任的刺史把府库的钱银拨给了大石桥使用。哎呀，这回呀，大石桥可有出头之日了。是啊，这7-8年的功夫没算白花呀，咱赵州百姓可有指望了。是啊，李师傅，你说皇上这么好，为什么就为他一人游江都，便把那么多银子开大河呀？谁说是为了游江都啊？修大河都是为了咱们百姓啊。对啊，就是啊。可是我家除了我和奶奶之外都去开河了，我在石桥工地，家里的田地都荒了，我和奶奶吃什么呀？是啊，我们兄弟四个就留下我一个了。老弟，你看这个、哎、啊，嗯嗯，
皇上，您舒服吗？舒服。哎，皇上，这次从冀北回銮，日夜兼程，您要多加休息才是啊。嗯，还是小陆爹心疼朕啊。陆爹，把这个赐给公主。嗯。皇上，是哪个公主啊？还有哪个公主啊？啊？是，陛下。皇上。嗯。皇上，许国公宇文述大人求见。哼。皇上，皇上。叫他进来。遵旨。传宇文述。臣宇文述恭请陛下圣安。宇文述，你知罪吗？陛下，这宇文述，你犯了欺君之罪。陛下，当初北巡，臣的确是突发重病啊。高仆射也在病中，且年事又高，可他随驾北巡，而你有病是假，抗旨是真。臣不敢。宇文述，你跟朕多年，朕视你为知己，可蒙陛下圣恩，臣不敢承受。宇文述，朕曾称你为小陈平，小臣不才，徒有虚名。宇文述，这是有种之言吗？睁开眼睛看看，朝廷上下有谁敢抗旨？你宇文述敢？不错，你同高炯曾上书阻止朕此次北巡，可你与高仆射比起来略欠一筹，他顾全大局，忠于职守。陛下，小臣由衷仰慕陛下，少年时便追随左右，成莫逆之交，可如今陛下已是主宰生杀大权的天子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何须我这个小陈平呢？依你之言，你是让朕瞻前顾后，任凭下臣摆弄吗？不，陛下，您何时认真思考过那些悖逆之言，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呀。快点，臣妾恭请陛下圣安。有事吗？陛下回銮百事缠身，臣妾唯恐照顾不周，所以特来问候。朕有事要去偏殿。哎，陛下。我是想，杨广刚愎自用，无视朝臣，终究是要离心离德的呀。
他虽然也多情多义，但是内心残暴啊。父亲，您是担心会有杨素的下场？纵观历史，杨广才能不下秦皇汉武，我曾敬佩的五体投地。可是这样下去，父亲，您怕是过高的估计了他吧？你如此狂言，你不要脑袋了。阿吉呀，我从不违心，这是父亲的心里话呀。父亲，我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哎，诸爱卿不必拘礼，平身平身啊，都请坐吧啊，都请坐，大家都请坐啊。此次蓟北之行给朕教训甚大，臣服者有之，不臣服者也有之，若不是朕命大，这脑袋早就搬家喽。诸位，你们是朕的武官，朕是想听听关于不臣之藩天赐陵园如何处理。陛下，天赐陵园一直是朝贡之国，此次魏朝必有缘由啊。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天赐陵园一向与我大隋友好往来，此次朝贡之国必要年年来朝，否则叫何臣服？陛下，世上外夷之人太多，藩国也数之不尽啊，如何能征讨得起啊？那就一个个的征讨，朕要让天下都来降服大隋。哎呀，宇文硕，臣在。你是左凌大将军，朕想听听你是何意。臣以为陛下的雄心大略实在可嘉，只是此次蓟北之行，50万兵甲过度疲惫，尚未歇息养生。另外，正实行开河大义，还要补修西部长城，恐怕百姓士卒负担过重啊。你说的也在理。是啊，这负担太重了。陛下。臣有事禀奏。你是何人？陛下，这是小臣的长子，在兵部做一个小官。陛下，
臣有一策可以两全，既无劳兵甲，又可以征讨两国。哦，好啊，那你说说看。陛下，启明可汗是沙漠一带最强盛的藩国，具有精兵百万，且兵甲骁勇善战，陛下可命启明可汗转讨两国。这样一来大隋可不费吹灰之力，二来也可验证启明可汗是否真心降服。哎呀，这样少了优雅。是啊，宇文硕，臣在。你的儿子可比你强多了。是陛下。好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阿木，你还是过来了。阿木，臣妾是不是太老了呀？
皇后用自残来反抗我对她的冷漠，我真的无言以对。其实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宽容着我，以保持她的自尊和完善，而我时常也在谴责自己，心情不比他轻松，甚至沉重多少倍。我实在无法忘掉阿华。陛下，回去吧。陛下，奴才知道，在您心中，您一直思念着宣华夫人。可是，人已逝去，他是不能复生的。陛下，为了江山社稷，您要保重身体才是啊。陆弟儿，这长安城到处都有他的影子，无时无刻不再引起朕的思念呢。过几天，给皇后送些上好的补品去啊。是，陛下。玉儿，你看像他吗？像，像。娘娘，依奴婢看，这身准灵。够得，朕早就想好了。想好什么了？陛下，朕小心，朕要造一座，造什么？造一座，小心，造一座大宫殿，大宫殿。皇上，娘娘。娘娘，让那些外夷之人，皇上，皇上错了，皇上错了，皇上。真想你，这，御史，安静。宇文化及，朕要听听你的高见，你对迁都有何看法？陛下，洛阳为中原之地，
位居险要，此地能控三河而固四塞，水路畅通，南通北达。与朕意相符。汉高祖曾说，天下之地唯独洛阳。驾驾驾驾驾驾。花吉呀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你简直是胆大包天。你说话呀，你说话呀。父亲，我不能像你那样活着。像我？像我有什么不好啊？你父亲可谓是权倾朝野。哼，脑袋夹在裤裆里。你杨光是个永远填不饱肚子的人，他奢望高，野心太大，更可怕的是他从不听劝阻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朝中老臣高炯竭诚进谏，但无可奈何。所谓左右不定，谨小慎微。何若避段文镇，只能领兵打仗，是急是难，自命清高，一身书香。宇文恺是个匠人，唯唯诺诺，教五行。哼，这个小人经常是假话连篇，纵媚取向。哎，当初就不应该弃杨勇而立他。不，杨广的确有天子才华，哼，非他人可比呀。输赢再定吧。你给我回来。两方为金，金这金克木。哎呦，皇上，长安看来不利于皇上久居，这龟仆所事亦与阴阳五行相符。与朕意相符，长安不是久留之地，迁都洛阳势在必行。哎呀，前景又这事儿啊，又是这么重，甭说我。哎呀，看了没有？你们看到没有？哇，这还让我们活吗？是啊，真是这牛。哎，是啊，这新皇刚刚几年呀，复议一个连着一个，这让百姓哪受得了啊？开河、修长城、开御道、凿太行，这又要迁都。田里的庄稼谁种啊？是啊，这真是没法活。你们听说没有？皇上又要重修鲁布仪仗了啊！是啊，皇上又要重修鲁布仪仗了。哎呀，
哎，这不是逼着我们造反吗？就是这样。我九儿，九儿，啊，母亲，九儿，一路保重。来，孩子，把这个带上。母亲大人，保重。母亲，请回吧。真的去了，大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老仆爷呀，你此行可是凶多吉少啊。大人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城里的百姓都要反了。老臣佩服，佩服啊！我这是干什么？是啊。哎呀，皇上，这刚是说什么？皇上又要大兴土木了，抓义夫啊！啊，又要抓义夫啊！天哪！这可没法活了！我的两个儿子都去开河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可怎么、哎、乡亲们呢、啊、快跪下，快跪下，大人呐、啊、大人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人啊，起来起来呀，大家有话好好说。大人，求你求求皇上，给百姓留条活路吧。大言，这瞒得了吗？哎，这许大人，你是皇上的至交。哎，现如今高大人和霍若弼已经去民间私访去了，这追又追不回来，皇上一旦知道，这说不定是死罪呀。哎呀，宇文大人，宇文大人，你我都知道，高大人一向是厚望于朝廷、啊。老大言，这我不比你糊涂啊！这如今是想办法拖延呐、啊。那咱们就说，高仆射和贺将军有兵在身，无法出朝。
干活的都去开河了，剩下的让他们怎么活呀？哎，老大人，老大人吃点东西吧。啊，爷爷快点吃了吧，我们太饿了。爷爷，你父亲呢？挖河去了。挖河？挖河去了。老邢，这是夏王村吗？是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们都过来认尸。快来认尸，是谁家的？苏威，你知情不报，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臣的确不知啊。哼，抬起头来。你真的不知？哼！陛下，臣与苏大人都知道此事，想去阻拦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滚下去，滚！你竟干出这种事情，卑鄙小人！父亲，杨广是个极其凶恶狡猾的人，那你就推波助澜，出卖你的父亲！不，父亲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参与此事。哎呀，你以为苏维会扼守诺言，一人承罪？幼稚！刑法会让他屈打成招的。哎，奇怪的是，杨广居然会咽下这口气。高普业和贺将军辗转几百里，一路所见让他们大为震惊。枯败的村落，荒弃的农田，一批批强行押送的河工，一辆辆拉回尸骨的大车，工期短、高强度的劳动已经把百姓逼到了生命的极限。苍天哪，这是为民吗？求求你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死谏呐，九儿，老母求求你，这剩下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？母亲，九儿，母亲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母亲，恕儿不孝。
而是朝廷重臣，不能眼看着大隋毁在他杨广手里。母亲，儿要为民请命啊！七公，七公，你放心，有我贺将军在，绝不能让他杨广为非作歹。七公，你有老母，将军我一身无挂。不，将军，你有七十儿女，你我不能都死啊。陛下，这是长安臣民百姓到下臣府上呈递的万民表，并让臣转奏皇上。万民表，他们要干什么？表中说，陛下胸怀四海，志愿宏伟，为历朝帝王之楷模，但古之帝王皆以爱民为本，百姓富则天下亦富，百姓饥则天下必穷，劳而逸。这万民之首，是长安巨富宋宜之。宋宜之，他也出来煽民惑众，传朕旨。陛下，宋宜之是长安城内颇有厚望的商贾啊。传朕旨，长安巨富宋宜之煽民惑众，对抗朝廷，着刑部，即往押入大牢。陛下，陛下，万民表示天下百姓的呼声，您为何非要置天下百姓疾苦而不顾，为自己一时之意便劳役天下呢？放肆！这华夏南北，你是巨龙飞腾在神州西都，你是血液千年流淌呼吸，你是丰碑岁月沧桑巍然屹立，你是中国历史